起飞，来起飞，飞这儿。那水里那是什么？等会儿，等会儿。我靠，那水里那什么豆豆，你可别飞了。那水里那是什么？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，回来。他们说这个水库有黑鱼，那黑鱼也不可能这样。豆豆回来，哎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他还着急下去。那水里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还在那里游，完了，不敢冒险，不敢让他下去了。那什么玩意儿呀？不可能有鳄鱼吧？这里，他们说有黑鱼，那黑鱼也不可能这样飘在上面吧？我完犊子了，豆豆，你还下不？哎呀，我可不敢让你下了。走，咱们换个地方，今天不在这下了。走的悠哉悠哉的，咱也不知道啥玩意儿。我要把鸭子放下去，会不会一口给炫了呀？真的是。